交换空气间，给你好看，就等你。有限的空间，无限的功能，看设计师怎样把收纳做到极致。又是吊篮，太羡慕你了。旧家具别扔掉，点石成金换新颜。好了，咱们做到一箭双雕。板栗壳的改造独具匠心，腐朽也能化为神奇。是在湖北的黄冈来进行拍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长江边上，那边呢就是黄冈了。黄冈呢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北宋的大文学家苏轼呢曾经就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流传千古的诗句啊，叫做“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创作。而且这里的教育资源也是全国闻名，我想考过大学上过高中的朋友们，有几个人没有做过黄冈中学的试题呢？好，那一起来认识下参加今天节目的两个家庭，这是两个教师之家。战小红和李军是学校里的同事，一个教音乐舞蹈，一个教机械工程，两人共同的特点是能歌善舞，他们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除此之外，战小红还心灵手巧，擅长旧物改造。这个三口之家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的装修，可目前的客厅布局有点奇怪。我们家餐厅和客厅的这个隔断实际上是一个半瓦子工程，当初我的想法是用钢化玻璃把这里围成一个封闭的空间做书房用，可是他坚决不同意，结果四年了到现在还没完工。客厅和餐厅中间的隔断很像一个交通岗亭，采光不好，而且壁纸全都开了胶，迫切需要改变。我想把所有的墙纸换成环保材料，就这一项在我的心目当中就占了60分哦。我们的要求是一定要环保，一定要明亮，一定要有储物功能，最好是能够时尚一些，我老婆特别喜欢闪亮东西。担任战小红家改造重任的设计师于丹从事设计9年，别看他外表玲珑秀气，内心可是很有主意。在设计中，于丹并不是每一次都听业主的安排，他经常会用到一些另类的材质。这次我将在色彩和材质上大胆突破，大家就等着看吧。我叫徐静涵，今年8岁了。别看我年纪小小，我可是交换空间的老粉丝了。第一次装修的时候，当时有孕在身，正好有了他，所以当时什么都不能做，装修的大部分工程都是由我老公一个人完成的。当时时间比较赶，然后我对装修也没什么概念。徐仁华是黄冈中学的高3物理教师，方同军是大学的英语教师，他们的女儿今年8岁。由于教学任务重，他们没有太多时间扮靓家居，8年前的装修已经非常老套，储物空间也不足，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让老旧的客厅焕然一新。给他们家做设计的设计师高斌外表温和，但内心强大，在7年的设计生涯中，他一直琢磨家这个概念在每个人心中的不同意义。他们平时在讲台上要严于律己，为人师表，
所以家在他们心目中就应该是轻松的、愉悦的。本次改造，我将在最大满足功能需求的情况下，用最简单的线条、最简单的颜色，演绎与众不同的尊贵与格调。好，我们现在呢要发红包了。这两个红包里是各18000元的基金，其中呢有1万元是家装基金，本栏目的家装基金由欧派家居集团提供，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另外还有各价值8000元的家电基金，本栏目的家电基金由海尔变频空调提供，一并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拿吧，拿吧，啊，今天下着雨呢，注意安全啊！来，48小时，倒计时开始。出发。我担心的墙面，我希望都做成硅藻泥，我又怕它不能够完成。我们家开开门就对着卫生间，我希望可以有一个隔挡或者是装饰什么的，可以把这个挡着。今天的搜街有点另类，蓝队居然冒雨来到一家黄冈土特产商店。搞家装带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对呀，这里有特点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要选一款最有特点的东西。我今天要选的就是这一款，你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也太土了吧，这好像跟红队的风格一点都不搭呀。这就是我要选的一款大布，我们称它叫它是红安大布。它主要是产自于我们的革命老区将军县红安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它的色彩是很鲜明的。这个颜色仔细看看，这个梅红色也挺漂亮的，但是跟他们家风格好像不搭呀。就因为它的颜色是比较鲜明的，所以后期呢会跟别的一些配饰搭在一起，颜色会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后期出来的效果绝对是很棒的。那我们一起期待吧。红队，你们家搜集的时候可一定要帮我把好关哦，我要时尚雅致的，我不要土特产。究竟这土特产红安大布会用到哪里呢？首访时谜底揭晓。出来搜街的红队更加离谱，他们居然来到了长江边上。捡石头，将石头变废为宝。石头？这边坑坑洼洼的，有什么好石头吗？你没看到鹅卵石呀？对，我们就是要找那种有历史感、坑坑洼洼的石头，如果上面带点青苔或小植物的更好了。他们要找的是带有历史感、坑坑洼洼的石头，这样的石头会派上什么特别的用场呢？那我们拿这个做什么呢？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老是卖关子。李俊，你们家的壁纸太多了，看我累得满头大汗。红队首先要去除原来的壁纸，先用滚子蘸清水把墙纸彻底湿润，湿透以后就能一层层揭下旧壁纸了。蓝队要做一个半通透的隔断，来解决入户门正对卫生间的难题。怎么样，这隔断还是非常别致的啊。像石的这一块，后期的话可以配一些绿植啊，一些工艺品，就特别美观的。那么像比如说虚的这种地方的话呢，就是主要是通过采光。红队，你听到了吗？你们的要求我们可都替你办到了。哎，我那个隔断你拆了没有？到现在这个石头还压在我心里，让我很难受啊。红队也在拆除原有的客厅和餐厅之间的隔断，接下来这个地方的功能将更加强大。你看现在多敞亮，又通透，我喜欢这样。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呀？这个地方我是计划书柜、书桌和吧台相结合着做。啊，书柜、书桌和吧台相结合，你打算怎么放啊？这个我自有办法。蓝队主打收纳功能，阳台上多了一个能储物的大地台。好大的地台啊！16格呢，这得装多少东西啊？所有的杂物都解决了。是的，完全没有问题。你们后悔了吧？是不是没后悔？没有让我给你们家做装修呢？那不一定啊，说不定我们家比你家装修的还好呢。我这可不是普通的地台，我这个地台可是有特别之处的。不就是储物吗？还有什么特别的呀？那你们这个板材之前有没有见过呢？你可以闻一下这个板材有没有什么味道。倒是没有什么味道。这个板子呢，它叫生态板。
生态板的优点在于不用做油漆，并且造型容易，十分耐磨。所以说这个板的话是很受很多业主，特别是小板的。小雨设计师，我们家的储物空间你给我们增加了吗？我可是给你吹了牛的，你可得给我点面子。红队在餐区增加了储物柜，同时多出来两面镜子。哦，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装了个柜子，如果不加镜子就会显得很窄？嗯，对，你理解得很对，的确是会有拉伸空间，不过我还是不能接受加入这么多镜子的。蓝队用金属马赛克美化电视柜，这让选手羡慕不已。我喜欢那种马赛克，闪亮的。嗯，确实不错。不过我倒觉得，这个贴到电视机柜上，提升了电视机柜的档次，这是最关键的。三家交换空间就是这样，羡慕着别人家的装修，又不知道自己家里装成什么样了。设计师，我心里痒痒的。是不是特别的羡慕嫉妒恨呢？我这个马赛克呢，就是说它这个质感是特别强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光泽都特别好，所以说装饰效果特别好。这样的话它就打破了这个电视柜的这种沉闷感，也提升了这种档次。我这边设计了有7个抽屉，后期的话可以放些碟片呢、遥控器啊，这很实用的，也很美观。红队听到了吗？我可是眼红了，我们家也有很多碟片呢。别着急，红队也在改造电视柜。他们用不锈钢板给原来的柜子穿了件外衣，接下来用玻璃马赛克来收边。嗯，这个蛮漂亮，这个设计蛮巧妙的。李娟，你们家这个电视柜我挺满意的，有不锈钢，有玻璃马赛克，挺好看的。就是这背景墙不知道会怎么样，设计师说还有镜子，反正我是要崩溃了。人类是没办法阻止他了。对于选手的质疑，我很有信心。女主人能歌善舞，很喜欢镜子，我相信她一定能认同我的。此时蓝队的电视墙面已经喷上了香槟色的硅藻泥，这让战小红相当羡慕。香槟色电视墙给人一种大气的感觉。接下来他们又用规则的几何图案打破了墙面的呆板感，增添了几许艺术气息。我们女神会等您，你知道吗？这次我可是奔着硅藻泥来的，我们家客厅餐厅全部的墙纸，由于施工工艺不到位，全是胶水印儿。小绿设计师，我要特别的提醒你一下，墙面的效果在最后打分的时候可是要占60分哦。哎，我补充一句啊，那个沙发背景墙和电视背景墙一定要用硅藻泥，如果全部墙面都用那是最好的。看来蓝队女选手的希望至少一半已经落空，红队电视墙完全由壁纸和镜子组成，战小红会喜欢吗？这还不算，门厅里也要增加大量的镜子。1、2、3、4、5、6、7、8、9，设计师，这个九宫格是干嘛的呀？这视角是墙纸，5块是镜子。哇，这么多镜子，这边也是镜子，这边也是镜子，他们家镜子会不会太多呀？不会，因为他们家进门很窄，镜子可以拉伸空间。哎，老公，你看他们家这个鞋柜的图案可真可爱呀！啊，哎，他这个镂空图案可以当拉手用的。哎，你这设计的真是巧妙。他这个大一点的脚丫子是爸爸的脚印，小一点的是妈妈的，再小一点的话就是他们8岁女儿的，这也算是我对他们的一种祝福吧。红队，您家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漂亮了，我也特别高兴，祝福你们家幸福甜蜜哦。此时红队的吧台初具规模，原来这个书桌、书柜和吧台相结合的设计是这样的呀，我觉得挺不错的。设计师，这个是由什么材料做的？这个吧台是石英石做的，简洁的石英石台面比一般的人造石硬度高，也更容易清洁，像咖啡和茶水之类的痕迹都不会吸色。我觉得这个吧台设计蛮不错的，在这里还可以看看电视，喝杯茶，这边还能够学习，这比你们家原来的岗亭强多了吧。
接下来的第二天，红队在长江边捡来的石头华丽变身，蓝队的餐厅墙收纳有妙招，旧物改造罗天板栗将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罗丹，重庆艺术家、设计师，从事室内设计13年。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的设计师罗丹。嗯，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家呢是一个平层的公寓，我家里非常质朴，但是也很有故事哦。欢迎大家进去坐坐。非典型的材料，比如说这里有水泥墙，还有后面的木地板上墙，这边呢还有外墙砖。嗯，我是比较喜欢用一些比较那个原生的材料，这样子的话它可以使生活更那个质朴，更有情趣一些。质朴的材料，绿意盎然的花草，让罗丹的家充满了勃勃生机。我觉得生活中有很多琐碎的事情也是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一些废弃的物品啊，稍加那个修饰就可以变成装点家具的艺术品。比如说我这个柳条篮子吧，作为花器是非常漂亮的，它就是我亲手剪的那个柳条然后变成的篮子，你看是不是特别有意思。然后你看这个鞋楦楦，它是我们买完新鞋以后呢通常会扔掉的东西，然后我画上了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那个工笔花鸟，放在那里的话也非常温馨。艺术家罗丹擅长琴棋书画，在他的小书房里有朋友送他这样两行字：有书有笔有肝胆，一狂一侠一温文，可以说是他性格的写照。其实我最得意的呢是我这个茶几的设计。嗯，我这个茶几设计的灵感来自于那个中国传统的乐器古琴，然后我还给它增加了一些刚柔并济的东西。我在那个古琴的中间加上了那个仿的那个青铜的越王剑，所以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做剑胆琴心。然后这个除了剑胆琴心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有一句古话叫做抽到断水水更流，所以我这个茶几的那个中间流水的地方实际上是需要把那个青铜的那个越王剑抽开以后才流下去的，所以这个茶几除了功能之外，它还有一个玩赏的意思在里面。嗯，这是我特别得意的地方。顺便说一下，这个罐子呢是非常有历史的，是当初我妈妈嫁过来的时候用的盐罐子，所以我现在用着它特别亲切。罗丹喜欢音乐、读书和茶道，书房中摆满了他从各地收集来的茶具。客厅中则有各种乐器，而厨房的设计他颇为得意，不仅充满了质朴的温暖感，还有很多有趣儿的东西。生活除了琴棋书画、风花雪月之外，更多的应该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厨房也是带给我特别多乐趣的地方。我经常在这里给朋友煮煮咖啡啊，做做菜，他们也特别喜欢我这里的锅碗瓢盆啊，特别是这些碗碟，其实他们都是我在那个地摊上面淘的。嗯，非常便宜，你看是不是特别实用美观。那我这里还有一个省钱秘籍，你看我这个墙砖，它的效果看上去特别像仿古砖，实际上的话如果要买这样一平米的仿古砖的话要几百块钱，而我用的是外墙砖，才30几块钱一个平米，然后它的那个耐酸碱性能特别强，而且特别好打理。小小的鱼形切菜板，自制的餐厅灯，旅行时拍摄的珍贵照片，
都让厨房充满了情趣和回忆。熟悉罗丹的朋友们说，罗丹有绿手指，也就是擅长养各种植物。由于家在一层，带了个入户的小花园，打理这些花花草草也就成了罗丹每天的必修课。在他的精心呵护下，这些绿油油的小家伙们茁壮成长。我平时呢特别喜欢在花园里面劳动，通常我在花园里面劳动的时间有一两个小时呢。我特别喜欢花花草草和绿色植物，而且我种的那个花草的话也是长得特别好的，经常会长得特别茂盛，分出很多枝来，然后送给周围的那个邻居，所以他们也特别喜欢我。每天早上我去上班之前呢，看到院子里的花草长得那么茂盛那么可爱，我觉得它带给我很多正能量的东西，上班之前我特别喜悦。平时我特别喜欢做手工，所以你看这个秋千呢，就是我用自己的废旧轮胎加上铁丝和麻绳做的，看是不是特别好玩。与大自然无限亲密接触，有艺术和书籍紧密相伴，生活就是这样惬意。还记得红队在长江边捡来的石头吗？马上就要华丽变身，设计师在花鸟市场买了一个小盆，想用这些石头做一个盆景。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吧。道具还有在花鸟市场买来的小桥、亭子、房屋和老翁钓鱼摆件，把这些小摆件用胶粘在石头上面，手工盆景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这个老翁钓鱼就摆在水边。那设计师，这个绿植会很快枯萎吗？不会，到时候我们在下面放一点水，它会一直生长。与一般盆景不同的是，只要经常浇浇水，石头上的绿植还会一直生长，生命力非常旺盛。此时红队的餐厅墙发生了巨变，不仅贴了番茄红色的壁纸，还增加了别具一格的餐边柜，兼具收纳和展示两种功能，一家三口的甜蜜照片营造出温馨的就餐氛围。你家有我装。黄冈市的罗田县的罗田板栗那是非常有名的啊，是当地的特产。你看，这就是新鲜的板栗，里面呢是褐色的栗子，外面呢是绿色的毛刺儿啊，它炸开了，然后就露出了里面的栗子。今天我们就改造的命题呢，咱们就改这个。你可以改里面的已经不能吃了的，比如说过了期的褐色的板栗，你也可以改外面的毛茸茸的像小刺一样的绿刺儿。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旧改造的命题是相当具有地方特点，并且具有挑战性，看看我们红蓝两队选手会拿出什么样的创意。你看这板栗长多么饱满的，我们的板栗就是好。一到这个季节我最开心了，这个时候是板栗丰收的时候，又能吃又能玩。可是你不能光想着吃和玩啊，我们这次这个旧屋改造的题目啊就是它。这个这么扎手怎么改造啊，这也太难了。本人自有妙计，你看它像不像松树的树枝啊。想用扎手啊，这样看一看真的挺像。哎，你可真行啊，那到底怎样去实现它呢？我们现在开始，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板栗皮剥开，然后再把这个板栗皮啊用自喷漆喷成绿颜色，然后再把这些喷好颜色的这个皮啊粘到这个小枝上，然后我们再找一个树干，你看这个树干漂不漂亮，很有感觉吧，很有造型的。再把它插在
这个干上。然后我们再把它移栽到盆里面。这叫妙手回春。怎么样，红队，看到我们的作品，你还有信心跟我们 PK 吗？这次我们赢定了。这个板栗让我做菜绝对没问题，可是让我做点别的，真的挺犯难的。没事，在物理老师的手中，能化腐朽为神奇。你先帮我把它切成两半。乱切。红队为了化腐朽为神奇，先把板栗切成两半，接下来用物理老师特有的方法在泡沫板上画一个椭圆，把椭圆裁下来，再用万能胶把切好的板栗粘上一圈，加上背板和外框，板栗相框就大功告成，它也可以作为留言板来使用。作品呢已经做好了，这次我们的命题呢是很有地方特色而且也很有难度的，就是产自于罗田的板栗。您可以用那个褐色的栗子，也可以用外面那个绿色的发绿色的毛茸茸的外壳，很扎手的外壳。现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红队的作品。红队呢用的就是里面的我们经常会吃到的板栗，他把板栗呢横切了一下，用一半儿，然后呢给它贴成了一个椭圆形，里面放的是一家三口的照片。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做成了一个相框的样子。蓝队的作品呢，他们没有用板栗，用的是板栗的毛茸茸的外壳，哇还挺沉的。这个毛茸茸的外壳呢，上面给它喷了绿色的漆，然后找的那个松树的树枝儿，干的树枝儿给它粘上了，然后底下呢这个也是有这个毛茸茸的这个板栗的外壳的，整个看上去呢就是一个盆景，有点像安徽的迎客松。好，我们现场呢有50位交换空间的热心的观众朋友，请用手中的乒乓球做出您的选择和投票。您是喜欢用板栗做的相框呢，还是喜欢用板栗的外壳做的盆景呢？我的是红队，因为他的作品呢给人很温馨的感觉，然后非常的有创意，我支持红队。我投的是蓝队，因为他做的很逼真，我很喜欢。究竟蓝队能否满意墙面的改造，红队是否认同格局的调整？广告之后马上收房。本次改造我的设计主题是印象家，在材质的选取方面，电视背景墙用到了3P色的硅藻泥，餐厅背景用到了番茄红的壁纸。本次设计我最满意的有3点，其一就是电视背景墙看起来特别大气，时尚感十足，其二就是餐厅背景既美观又实用，其三就是阳台的改造，不仅能储物，还能让他们家多出一个休闲空间。收新房子，你几岁啦？8岁。8岁了。听说你是我们节目的什么来的？老粉丝。老粉丝，你的年龄刚好跟我们的节目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交换空间也是8岁了。那这样子，今天呢，我就让你先看看你的新家，先不让你爸爸妈妈看，好不好？好。好，来看看啊。3、2、1，哇，好漂亮啊！太清楚了吧，彤彤，这好漂亮，哪漂亮呀？哪漂亮？原本那里就是一面墙，现在把它改成了一个可以放东西的柜子。好眼力。除了柜子，它还是什么呀？上面还有什么呀？照片。那这边呢？这边原来这里是一个，就摆放着一个小桌子。现在这里把它放成了一个桌子。从桌子到桌子是吧？你这样，你到那上面去，
你试试。待着吧，我去把你爸爸妈妈的眼罩给揭下去啊。比结婚还激动？比结婚还激动，是紧张吧？啊，来，三二一。哇，有些变化，这个蛮漂亮，变化太大了，有些变化，很大的变化。对，这个蛮漂亮，我喜欢。这是解决你们那个一入户就冲着卫生间门的那个问题，是吧？对，吧？刚才你女儿说的就是这个。哇，这个好。然后那都是些小柜子，哟，这好美哈、你以前短头发呀？对，餐桌椅还是老的，就是给她穿了一个衣服，对，灯都是新的了，比我们的漂亮多了。就是就是壁纸它有很多种的这个颜色啊，酱紫色。然后你知道你女儿去哪儿了吗？你让她蹦跳，对对对对，是什么地方我们家要跳上去？这个好，秋千我们都喜欢，是吧？这个是地台，我也看过，不是个炕，不是看过，是个地台。哎，这个蛮漂亮，这个。赞一个，赞一个，设计师。再赞一个啊！这个蛮好，你去试试。舒服吧？这个啊、储物啊，最大的功能实现就在于这个底下。哦。看到这还可以储物。有眼儿，看到那眼儿了吗？哦。你所有的柜子啊，几乎都没有拆，全部都是改。改了颜色。改了颜色，然后结构稍作变化，发现这个了吗？哇，这上面都是脚印呢。孩子的。这是妈妈的，这是爸爸的，是吧？从小到大的这样的。那成我都忘了这个地方了，我记得忘了这个地方了。这以前是个镜，对，就是一个宫镜子。对，宫镜子。现在换成了一个柜子。关键问题是，人会非常不由自主的往这儿放东西，放到这儿就很乱。对，对吧？加上这些轨道之后呢，又加上了小脚丫之后呢，就给你遮挡了。就比较整齐。那些地方都是给你喷成白色的了，以前你们家是那个。盒子，哎，这个茶几的造型，这个茶几呢是这样的，可以动吗？可以，可以转的，转的，可以转的，而且呢还可以上下的旋转。那你转，你如果家里来的人多，希望赢得更多的空间，你就让它重叠起来，它就变小了。这沙发是新的吗？新的，当然。啊，这个灯和那边是配套的，就是颜色不一样，发现了吧？这个吊灯，还有一个落地灯，也是啊一套的。所有的灯都是给你做了更新了，等于。啊，电视柜也有一些储物功能的实现。然后你们的家电基金呢是电视和空调，感觉怎么样？我特别满意。他把我们家改造的，我自己都忘了原来的样子了。那个柜子我刚刚真的是完全忘了，全都变了，特别满意，特别意外。爸爸呢？我觉得设计师能够在48小时内完成这些事情，简直不敢想象。嗯，而且他除了完成我们交代的任务以外，还有一些我们超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我觉得非常满意。哪些是超乎意料？那个地台啊，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嗯，哎，然后那个隔断我也没有想到。啊，然后我们家的那个背景墙啊，那些背景墙全部都设计了一下，这个我也没考虑。嗯，彤彤，你就不用说那么多话了，你就直接给分吧，你百分满分，你给多少分？100。真的吗？不是因为那个你老看我们的节目，所以你才那么偏向我们的吗？不是的。不是的，你实事求是，打多少分？100分，特别的漂亮。真的，这孩子的口齿都很清楚啊。那好呀，100分，那我们去。哎，那你看了蓝队家什么样了吗？你觉得他们家多少分？就是说让我，这孩子聪明啊，意思就是说也不错，比我们家不是差那么一点。走吧，我们去蓝队家，走。这次的设计，我从功能方面将原来的隔断改为学习休闲一物两用的吧台，餐厅区增加了许多储物空间，材质上运用了镜面、马赛克、不锈钢，让整个空间搭配紫色、黑色变得时尚优雅。
希望业主能喜欢。因为那边的8岁的小姑娘彤彤，参与了收房，所以呢，我们要让这边的初长成的13岁的大姑娘也要参与收房。雅洁是吧？雅洁听到没有？听到彤彤妹妹刚才说了，他们家100分，你们家多少分？99.5分。99.5分，意思就是不如他们家呗，是吧？是这意思吧？嗯，那你先看看好不好？好，好了，准备好了吗？嗯，3、2、1，哇塞，变了好多，变化好大是吧？啊，来来来，变没了，到底是什么？我们家好像就在那个隔断没了。哦，这岗亭子是吧？对，就你们家的岗亭没了，警察没法值班了。还有什么？没有，好像那个地方好像这怎么先走看，没关系。灯也坏了。哇塞！像整个色调都变得平安一点了。你们家以前什么色调啊？是米色系吧？现在呢？现在好像有很多黑白色。哦呦，坏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你爸你妈当时提得很清楚，一定要明亮。对，现在是暗了，暗了很多，是吧？嗯。难看吧？还好。到得了99.5吗？要你打这分的话。到得了。到得了，那你打多少分？100分。这孩子我就听不明白了这话。来，姑娘，你说的是什么呀？这姑娘吧，说的爸妈心里更加七上八下了。你们当时说了一定要时尚明亮，有足够的储物空间。对对。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时尚这个事儿你们自己判断，明亮这件事情女儿替你们判断了。暗，有大量的黑，有大量的黑，真的啊。别哆嗦啊。你要忍不住哆嗦，我也没办法，爸爸。嗯，对，妈妈。嗯，看吗？看。来啊，3、2、1。哎呀！还有黑色。啊。我把你吓死我了。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风格。嗯。哎，漂亮漂亮漂亮。有黑。啊。吓死我了！有黑。对，真的漂亮。看你咋的呀？站，站起来了。这就是大黑的。哦，好，这个黑的有大黑。有大黑。这种亮亮的黑的。有说啊，你们全家都喜欢亮亮的东西，对对对，灵灵的那种。喜欢他喜欢，就比如你也喜欢水晶啊，玻璃马赛克呀，这种都喜欢。本来是想要一面穿衣镜，这个可以练舞蹈用了，挺好的。没错，就是说在这儿你能看到全身的嘛，对吧？感觉这一面大镜子跟这面小镜子正好可以呼应，因为你这比较窄，是吧？啊，对，小镜子穿不过。这个也换了啊，换了，换了，哦，这颜色就比较搭配了。嗯，哎，我给你讲讲这个呀，这个看着很不起眼，但是很用心。这个呢是在长江边捡来的石头，哦，然后呢这是在花鸟鱼虫宠物商店买来的小桥啊小亭子，然后还买了一些小草给它栽上的。哦，这就是红队给你们家做的一个盆景。红队做的是吧？红队做的。哎呦，谢谢红队。然后回头你可以，对，你经常往上喷水，它能活很久的。哦，好，树林活植物啊，活植物挺好的，我觉得就喷水就行了。哎，喷水喷水，就交给你了。啊，能不能把它养好？有事干了。
然后呢，你们家是这样的，这块的那个柜子啊就保留了，是吧？从旁边的柜子就保留了嘛，因为这是个书桌哈。这一块就是新的了。我真没想到它像这样结合的。哎，它给它延伸过来的。对，说到书柜这个地方，就是咱们那个感情啊。当时在跟他交流的时候，说是要把这个书柜一定要保留，但实际上是我老婆的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改得好，是一个亮点。改不好绝对是一个败笔，对，但是我觉得现在看来让我100%满意，是吧？那把岗巾确实拆了，把上头的底儿也拆了，对对对，发现了吧？然后你不是储物功能，既然咱们往外长柜子，它就要强大一点，是吧？太棒了，这边有一扇，那边还有一扇，然后这些。这不也都是吗？真没想到他会把储物放在这儿。也都是，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咱这底下是抽屉啊，下面这下面是两个抽屉，这其实要做一个软垫的话，也能做人吃饭，对不对？可以再厚一点，足够用了，足够用了啊，足够用了。哇，这椅子，我喜欢这个色调，很暗吗？我喜欢，是吧？所以你想说的明亮也。也并不仅仅是指不可以用暗色，对对，这种暗色我觉得有一种那种现代的气息啊，很有档次啊，而且这种对比啊，显好，显得非常的跳跃，对，显好，非常非常非常。来往这儿走走看哈，这不是女主人喜欢的玻璃马赛克吗？对吧？收边好想要一个吧台，终于有了，有了。等于是书桌是吧？然后这是练琴，对，这个地方的功能化是比较多的，还加了一个吧台之后呢，也聊天啊、说话呀，反正都可以在这块实现。漂亮吗？这就是女儿说的黑。吓死妈妈！黑镜，这个是什么材料？是镜面，是镜面，镜面，镜面材料。这个是壁纸。哦，这个是壁纸，就是有点像那个孔雀的尾巴，是吧？有点像，对对，有点像。我要的马赛克，玻璃马赛克。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个黑镜。哦，我们家的柜里穿了件新衣服了。对，好亮，好亮，喜欢喜欢。这个灯这边的一套跟壁灯还有餐厅的灯都是一套的。然后你们的家电基金呢是电视，听说那个你哪儿不太好，颈椎还是腰椎？脊柱炎。哟，强直性脊柱炎。哟，那你赶紧做，那你还跳舞啊？特别爱跳舞，没办法。这不伤身伤？我是那个做了几年的治疗，现在基本上控制下来了。啊。偶尔锻炼一下，对身体也是挺好的。啊，就不要太剧烈哈。听说你经常会在家里拔个火罐啊，做艾灸啊什么的。上一次来的时候，他们说就这些瓶瓶罐罐的呀，就摆了一桌子哈。现在是这样的，给你找地儿放啊。这个呀，本身就可以坐，也可以放脚。平时呢，这里面放的那些东西，它还实用了，实用吧？实用了。至少一共四个这样的墩子。挺好，又比这个比我们原来那个一点一个，比我家的那个茶几又小，但是又有储物，对，那么大功能强大东西，对，一共四个，可以家里一共三个人吧，一人一个，然后剩下的那个专门给你放那些艾灸啊，放那个拔罐的那些瓶瓶罐罐的东西，行，太好了，太好了，所以设计师想的非常的周到，质量挺好的，我们家商量，质量不错，然后他给你把这个坐垫的这个外包布给换了，另外你这个沙发呢是怎么说呢？是欧洲人和就是欧美人的那个体量来做的，就是它进深非常的宽，我们亚洲人坐会觉得有点太深了，所以他做了一个厚一点的靠背，考虑的真好。啊，就这样做，以前想，哎，现在好了。当初买这个沙发的时候，也是犹豫了很久，他就希望呢是窄一点的，但是我觉得很舒服，又比较大气。他个子高嘛，高坐得好哈，我腿短，坐的应该倒下去了。他有点将就我了。啊，来都试试，都过来试试。刚才雅洁打的100分。可是你不是说挺暗的吗？我觉得这种黑我特别喜欢，因为我喜欢蓝色、白色和黑色，然后我觉得这种黑色显得整个屋子的那个档次特别高。高。好，爸爸说说。既整洁又大气又明亮，我非常喜欢。其实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对比。
因为你看虽然用了很多暗色调的东西，但是呢比如说很多的不锈钢拉丝的这种条，还有这个玻璃马赛克，这样一用互相映衬一下就显亮了。我这心里这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刚才首先听到那个小姑娘说99.5分，而且是在他们家装修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他们家。我女儿看了也特别喜欢。女儿一进来吧，说黑白配，哎呦真是急死我了。现在我真的是特别特别满意。特别特别满意。来，我们大家见个面啦。好了，这个48小时结束了。彤彤，你说你家100分，他家99.5是吗？你觉得他们家为什么99.5呢？因为他们家比我们家小一点。哦，你说的是面积啊，而不是装修的效果是吧？哎呀，接下来呢，我这儿有一份礼物，是一个人要送给另外一个人的。谁要送礼物自己举手得了。你说说为什么吧？因为我老婆不但能歌善舞，而且她还心灵手巧。其实他有个爱好，就是喜欢设计啊，缝纫之类的。哦，缝纫什么东西呢？缝纫这个衣服啊，小饰品。他买回来衣服有时候不满意，他要自己改一改。真的？对。现在会做这些针线活的女性越来越少。对，我们俩结婚的时候，当时这个，我们俩他的婚纱啊，就他自己设计和制作的。真的？你太厉害了。弄着玩，弄着玩，哎呦，真的太有生活情趣了。所以呢？所以，有他的身体，然后工作也很辛苦，家里面是很多事情，也是他一个人在操劳，所以我想让他放松一下，放松一下，休闲的时候可以玩玩风筝。保证家里的心意，所以我买电动缝纫机送给他。台电动缝纫机挺沉的啊，小心。让你老公帮着拿着吧，这还真挺沉的。所以说你想让他放松，把他赶走吧。我很爱我家，我很幸福。彤彤，你干嘛啦？彤彤。你干什么呢？彤彤也哭了，哎呀！彤彤阿姨说他为什么会哭啊？为什么呀？你看到叔叔阿姨和小姐姐的刚才的这段话，你想到了什么？是不是很感动啊？是你妈妈也开心吗？爱你们啊！哟，真好，这姑娘大滴大滴的眼泪吧嗒吧嗒的流下来。好啦，那我们非常顺利的48小时结束，非常感人的收房也结束了。现在呢，我们要来说说旧物改造的投票的结果。彤彤他们家呢是拿反例做了很可爱很有爱的相画啊，这个雅洁他们家呢是拿反例的那个毛刺儿做了盆景。哎，今天你们家盆景大丰收哦，他们帮你们做了一个，你们自己做了一个。这个非常像尼克松哈，喷了绿色。那么最终观众的投票呢是35票比15票，要恭喜尼克松。果然是很会做手工啊，这个创意非常的好。我老婆的创意，我就是中国人。哎，来送一家一套小粉空间做的这个48小时家装魔法。好的，本节目的家装基金由欧派家居集团提供，本栏目的家电基金由海尔变频空调提供，在此一并感谢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我们一起来说那句话，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交换空间。交换的空间，情感的故事，两个用几颗家的房子，你家有我装，我家有你装，只要别和从前一样。
翅飞扬。每个带着惊喜与收获，我们享受在交换空间。感谢交换空间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家，大家赶快来报名吧，期待着收获惊喜，一切都值了。感谢交换空间给我这次展现自己的机会，下次我一定还要参加。我觉得我太幸运了，我也想借此这次奇妙的经历告诉我的学生和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只要你们敢于尝试，奇迹一定会在不远发生。加油！